十个人下落。这箱四千三，啊，四千三百块。哦，你想要甲卖啊？哦，十个人下，这盘一定要收七八百哦，收袂吼？卖八百、七百、六百、五百，免我比豆干钱高收袂哩。豆干钱这盘超过三五，斤我嘛。哦，买到一公斤，差不多伫个三五个呀，唔免两百六，你买两百块，买了几大袋，两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有买人家万只走的哈，一箱尔，后壁阁有，迄我无爱甲买啊，两百块你相信我，这用真哩用钱的，一边你会刁嘴，后爪你会阁讨，唔免讨，那有伊跳我，那无嘛无法度吼，两百块，好。两百了，好，边仔还有两个，来，谢谢，一个小，最后三个人客，最后三个人客，两百块，他盘开无要紧，怪无要紧啊，加落来，无要紧。好、哦，啊，安尼好，好啦，两百块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哦。安尼几个？七个客人嘛哈、哦。有买人家走的哦。请你吃饼啊。有买人去举手，有甲买点多举手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，拢无离开现场啦吼。恁七个人袂歹，恁个人真啊袂歹，有情有义啊，真有情的啊。有人做无情呢，明仔赶着走啊。恁七个人替我来讲，感恩在心头，你们七位才有。有人可以自己的文章，自己的文字可以自己设合。来，这样慷慨来，这样慷慨，该一铺你拢。都有看啊，都是最后才说才出去。恁七个人可以哈，你们七位才有。恁七个靠这旁，这无八百块钱，一百一百块。恁七个人客卡有别人无？拄只无买两百，袂使买，我无买你。哦，来，来，赶起来，来，一百块，谢谢，一百落来，一百块来个什么人？这边吼，来，还佫一个嘞，还有你哦。哎，钱免下背包，下取得啦。看下你派来的钱拢会对家来。不要客来。哦。500块先拿得。谢谢。一千上来。一千个。一千个走。可能我怪怪的 ，YouTube 也跟着怪怪的。能有啊哈。玩那好未？玩那好啊未？好啊。好。你给我30秒，给你全世界。都好。都家你有条饼牙手，这条都拿很大。我的电台这条卖鱼啊啦，电台啊，右边这条我那卖200了，这内底有12包，六包牛奶的，啊六包巧克力的，囡仔若咧哭，无乖，这条赌鱼蛋的，这个囡仔点伊，伊若佫会爱进那种啊西湖粉牛啊囡仔哈，这一条12包哦，春天了嘛吼，二四搭八，一个人上加会使甲你3条尔，袂使甲你超过3条，来无？吼、哦。一条唔免二啊啦，一百好，100块来要几条？较头前无要紧，一条吼好来，100块，100块，要几条？一条，100块，100块，还有没有？够吗？所以在文字狱了。100块。这六包巧克力，啊，六包牛奶，两条。这囡仔若有乖吼，
一度予伊考试考一百块送伊，考九十九分卡上配，安尼各一个，最后一个啦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拢有啊拢好，来啊啥物物件？完啦，好了，给了，空了。我晚上来。然后还有你哥。来这边。那个钱。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底卡裤啊，起来底卡，哎，底卡，红雷春家鸟，专播春家鸟红雷哈。还没订阅跟按。红雷春家鸟这边看会到尔，今日买着福气。红雷最近拢起价吼，咱这袂使起价，政府规定的，呵呵，才总来。卖就千九百七八票，再五百你卖掉，卡侪搬来三百咯，红雷无啊，三百块红雷，这里总是三百块，比华人代理做较俗。来，对面一个收的，有咩反正走的哈，红雷。三妹，中红好。你阿哥你，才中二两百了，来讲下这部啊，两百了，两百了来，来装包装包两百了。捌食过猪脚、土豆猪脚的人客，我来讲吼，你想看要客呀？你这样客，来，这猪脚，这不好。土豆米米米，猪脚球底底，一包一公斤，那一个人要吃，应该那小姐吃袂少啊，查甫应该煮会了，因为一包安尼啊，多一公斤，要怎煮？这免煮，这土豆甲猪脚足济哦，多一公斤啊，你也退冻，头后开足济炖啊，头后开啊倒人鼎，做甲香滚倒啊，烧火，安尼就食食，冷冷猪脚冷冷无好食，啊用个小菜好食，吼、哦。啊，拢总无啊！这有食，你规世人唔捌食过，安尼土豆猪脚人客，你唔好买足济哦。吼、哦，啊一包本地偌济？一包本地啊，二啊二，进一包起啊二啊五，一公斤啊，唔是一斤，是一公斤哦。吼、哦，唔捌食过人客，你卖买两包、三包、五包，唔通你就买一包好啊？你唔捌食过嘛？你有食过，我当向我保证，你有食过，你无可能买一包、两包，无可能。啊今日去拍摄，恁今日尽量一个人摕一包当倒啊！哦，啊你有食过，你也摕两包，一包免二啊三二啊五，一包了，一百块来，迄几包，一包啦吼、哦，好啦，一包倒来，一百块。哦，这两包的干贵，两包票人，好，安尼无啊？没有了，这两包的，两包的，来一包的，来什么人摕钱未摕到？摕钱无摕到的谁？客钱还没客到的来，客钱没客到的，来剩一个，刷，无啊，如果好个在，你无啊？这几千买几包？来几千个，几包？两包啊。两包哦，就八百来，谢谢。这鲈鱼，一个人客正了，这鲈鱼啊，这三尾，哦，这都金目鲈，这金目鲈啊，哦，这一尾无够一斤的。三尾总是小尾超过三个，总是一百了。煞未啊？无，伊之前煮出来，差两秒，我咧看真准哦。要食迄个羹啊，全部两个人客，两个人客，这唔免介绍，两个人客了，第三个免等钱，五百了。全部两个人客，五百块。全部两个人客五百，有啊好。好要吃蝦仔的野手，我咧要吃咧，我看咧，全包，煞无啊，伤济啊，这种叫蓝钻虾，真是白蝦哦，哦，不是白虾，多少只？安尼吼，全部免招十个九个八只，小尾超过三千八至四千，小尾啦，足长足高水哦，才买买爱去内底找，啊找无，这小尾未只落倒。卖饲的，饲的嘛好食，买不到唔好失志，爱买饲的，
咱台湾人饲水产真正受人尊重哦。龙胆石斑啊、虾啊，拢饲了真成功，全世界第一名的台湾人，这是事实的哦。这全部啊，五个人去一个碗石五百多卖两千五，五个多一个五百多，这全部卖完，多卖两千五嘛，就少卖四千五，多少还十千几块，啊十千几块你免来交花呀。全部五个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不要讲成钱，三百块来，钱来，一个来。两个，三个，最后两个对面一个。你怎么知道我准备要收了？不用考虑，这不是叫你买五百一千，是叫你买三百而已。来，三百块，最后一个人客，都有人来，五个人客全包。啊，来，五百块上个，五百块哈，五百一个，一千个几个？一千个，一千个太多。一千上的，哎，谢谢。我讲这种物件，这种人唔好叫你阿弥陀佛，咪叫你变阿门哦。这错的，这鱼啊，哦，第一个阿爷话过去，因为我这种习惯性菜啊，哎呀，吃，啊，这咁情况，免钱啦，你特别真你吃个包，无要紧，伊也跪头下。啊，吃这，只不过人家咧点我客哦，阿弥陀佛，唔好吃，啊，是咩代唔好吃？因为这车，啊，你再拢无讲，啊，你也无甲问啊。伊甲问讲会使吃下面咧，我讲会啊。你也无甲问讲，啊，这是车的，啊是素的，啊，伊就无问啊。我食到我呢个，结果伊是阿弥陀咧，这食了就变阿弥脑哦。一包落来一百块，这小米同你三个，这是尾鱼糖，剩阿鱼角，哦，这小豆苗拢有啦。这种物件无咧算斤咧，无咧算，这算功课哦。你能算功课的哈，啊唔通用着胆哦，唔通用着胆，卖用着胆啦嘿，啊卖甲下冰箱，下冰箱反正用着胆伊会生菇。来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落来，啥无关着，谁还没有拿到？下面关掉了，青菜。谁没有拿到？下面关掉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一百块。嘿嘿，干杯哈！什么叫干杯？几个？什么叫干杯呀？就我这边这样哈。拢有啊，这一包半公斤哦，这一箱才二十几包，一包半公斤，有人要吃无？我一个要吃尔吗？多一个帅哥要吃无？这边有无？安尼歹势，我抱着这个规箱拢我哩啊，恁无啊？好不？你拍中要免两万哦？无啦，开玩笑的啦。我讲啊，这种物件两种料理方法咯，餐厅是啷个料理？伊那是上煎的，就上烘的，安尼尔。啊，你若伫厝要吃，你都。分大煎分大烘面哦，你啊煮糜煮干贝哦，这蛋白质全世界上解决的，就是鱼苗加这个干贝，蛋白质啊，蛋白质对咱人的身体有好无坏。我卖去讲详细吼，买只一包啊，大卖场我这边弄起来啦，七半公斤哦，一公斤千几块啦，就半公斤尔啊。买一包呢，一包买两包，摕两包无要紧，随在人后，冰箱钱袂你叫伊摕我这当嘛无路用，爱冰箱下落。一包免切啦，八啦个免，两百咯，两百块要几包？三包，要三包是原住民，三包嘛吼，要三包你无爱原住民，三包，啊一包我好，好，一包好来，一包，再一包来我先找伊，有三包，好嘛，爱三包，来，谢谢你。啊，小家庭我安买一包都。来一千三包一三四块，来这一包，一包的对面，两包来啊，我来没有两包三包了，一包有无？有没有？有在卖啊，有啊，只是叫卖师傅换。两百块，咱这边新鲜的，所以这块免花，慢慢介绍。这真行煮卖，无方法啦，没有方法了啦。这干贝都安尼尔，无啥货啊。啊，这一包半公斤哦，重点。一包七百几块，甲卖两百，这是重点啦哈。
200块有啊，来有啊，好来，谢谢收看。